宝们，我来啦！今天小乐不知为何开心的不得了，想想今天给你们画谁呢？让我翻翻手机。凯凯，好，看我魔法之手。风光依然在心底缓缓流淌。嘻嘻，小伙伴们就边听歌边看我画画吧。美的远方，不用太多梦想，选最爱的一个写在纸上，交换了愿望，再幻化成翅膀。星星最美的时光，有你们在身旁，不如说拥有你们才是最美的时光。推开青春那扇窗，沐浴阳光，刹那间声音被拉长，从孩子的形状变成大人模样。从开始到现在，每一束聚光是你们的期待，映在我脸庞，总有太多故事讲。凯凯的粉丝宝宝们接住啦，希望你们喜欢呀，还请你们能多多关注小乐，我会把更多更好看的视频送给大家哦，真的超级爱你们的哟，下期再见。